好，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四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12:05至12，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徐委员、永明等18人，主席段委员宜康。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11案，全部照列。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共8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规定者17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二项规定者68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付之请愿人。宣读完毕。请问对于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会议记录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八次会议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24日星期五、28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七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徐增卫等拟具职能治疗师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委员林代化等拟具农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委员林维洲等拟具法官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五之七：委员许志杰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原住民族教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委员黄秀芳等拟具水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九、委员郑天才等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零、委员陈雪生等拟具促进转型正义金门马祖人民权利恢复与补偿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吕孙林等拟具海洋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许玉仁等拟具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一三、委员李俊毅等拟具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萧美琴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黄伟哲等拟具动物保护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一八、委员尤美女等拟具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九至二二、委员吴坤玉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劳工退休金条例，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邮政储金汇兑法，交交通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三至二四、委员蔡适应等拟具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交外交国防委员会审查。二五、委员周春敏等拟具财政收支划分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六、委员陈超敏等拟具消防设备人员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七、卫生福利部函送主管财团法人104年度决算书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八、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电视分组付费办法行政计划，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二九至九六、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院、教育部考试院、财政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卫生福利部、劳动部、中央银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交通部、公平交易委员会、内政部、经济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法务部、文化部、国防部、审计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九七至一零二、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交通部、台湾省咨议会、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一零三至一一七、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外交及国防等委员会函为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提报院会请查照案。一一八、本院内政委员会函为请愿案，不成为议案案。一一九至一二八、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
民进党党团提议征列一委员释义方等拟具水土保持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二委员蔡宜宇等拟具赦免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委员段宜康等拟具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四委员郑宝清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五委员王荣章等拟具预算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六至七中央研究院函未修正中央研究院研究所组织规程、中央研究院研究中心组织规程部分条文，均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征列八委员赖世葆等拟具都市计划法交内政委员会；九委员江乃馨等拟具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零委员吴志扬等拟具族群平等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一委员江启臣等拟具兵役法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二至一三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劳动基准法劳工退休金条例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四至一五委员陈超明等委员李彦秀等分别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征列一六至一九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工会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遗产及赠与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私立学校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真相与和解促进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征列二零亲民党党团拟具农产品市场交易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乙本院委咨询部分，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咨询。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报告，现在没有委员登记发言哦，所以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咨询事项，对行政院院长报告施政方针继续质询就通过。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共六案。二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六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谢谢各位。